张杰，我还没说分手呢，你凭什么说分手呀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们都已是成年人了，已经分手了。不是，每次分手都是你来找我，这次为什么没来找我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能不能给我点喘息的空间？这世界不都是围着你转的？有这功夫还不去打打游戏呢？哎，男生，你要不再给他个机会吧，跟他聊一下吧。你问问他都做了什么。我做什么了呀？就因为我没有回他消息，我回家之后发现人不见了，我给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我问他闺蜜在哪儿，他闺蜜也不知道。不是，你一个小时不回我消息，我一天不回家，这不很公平吗？这感情里有绝对的公平吗？我之前管着你不让穿吊带，你说我格局太小，我不让你跟异性有过多接触，你说我不给你自由，现在我给你自由了，这种你想要的生活不是吗？那我闺蜜都说了，女生要是被男生吃得死死的，那以后真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。那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吗？在异性面前你真是一点也不忌讳啊。你只要出去喝酒，遇到个男生，你就跟人做哥们儿、做闺蜜，大半夜出去喝酒耍酒疯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哪次出来没跟你说？是你自己说不去的，还说那种场合不喜欢，还不如在家打游戏。我不回你消息，你就拿消息轰炸我，你知道这样很招人烦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分手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男生，你先冷静冷静。刚才听你们说你喜欢玩游戏是吧？对啊，我有这功夫在家自己好好玩游戏，放纵一下自己不行？这样，你先去我视频左下角玩一下这款《原始传奇》，这款还是甄子丹代言的一款经典传奇手游，完美复刻20年前端游玩法的，地图暴力高，装备材料靠爆，终极武器靠。现在2周年重磅更新，点击左下角就能体验原汁原味的原始传奇。好，我一会儿去下一个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跟我合欢岛都不想去。不是你有完没完啊？你对我当初热情一遍遍浇冷水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这个后果了吗？我对你的努力，我想要管着你，无论是跟你说了100遍、1000遍，你懂得这个道理吗？行了，你要是真的爱我，你就不会这么管着我。那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每一个纪念日、每一个生日，我都给你准备礼物。我呢？你连我的生日你都记不住？我腿骨折的时候，你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相反还问我什么时候腿能赶紧好，赶紧去挣钱。我想想你之前所说的话，我在想我之前所做的那些行为，真一文不值。二位，我觉得有些事我们能和平处理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，不是吗？算了，我感觉我们直接回不到过去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会一直爱我吗？感情本身就是消耗品，你磨光了所有的耐心，你还让我怎么喜欢你？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低头吗？因为我爱你，但是我不想用你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。你有句话确实说得很对，我确实不应该再继续烦你。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。